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不骑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88集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接着给大家做地球火种的 The Last Class Twitch。Twitch 的话，好像是任天堂的主机，那动画片里头就这么样给它命名了啊。那正式的中文翻译名称呢，目前我网络上好像还没有找到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这款玩具呢，是我当时在反斗城有看到啊，它的卖相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好。从盒子的话，你看那个正面的话呢，就觉得它这个玩具本身的，造型是我非常喜欢的。那我们很期待翻到背后会看到什么东西呢？哎，没有想到说呢，它这个原本应该空洞的小腿里头呢，有这个两个造型圆形，我本来以为是轮子，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啊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它的后方来看呢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惨不忍睹，然后有两片像是小精灵翅膀一样的透明部件。头顶的话呢，也有非常好的一个透光啊。它在动画片里头的眼睛的话呢，是非常非常闪亮的。还有这个可以转动的这个涡轮还什么的，都是透明部件。那它的胸口呢，在动画片里头呢，是有一个照明的一个功能。但是这是现在一个已经偷工减料的 Deluxe 等级，当然就不要指望它会发光了啊。那这个玩具本身的话，如果说硬要讲它有什么缺点，还是那么一句话，球形关节使用量非常的多啊。那以这一款的话呢，包括它后方的这个地方都是大量的球冠，看得出来好像已经有稍微补强过啊。玩具的主人应该是已经有稍微补强过，但还是比较容易去有一个偏松的感觉。再来就它人物的站立性有一点小小的容易往后倾，它的脚底板呢其实算标准不大，但是各位应该也看得出来，这个位置呢还是稍微偏前方了一点。加上它的背后啊，小翅膀可能重量不重，但是背后这两个大涡轮的重量的话呢，就不能忽视了啊。有时候，人物站立的时候稍微往前倾一点，你把它完全站正的话呢，两腿你要稍微掰开一些。那跟动画片相比，可以说还原度已经很高了。除了是稍微有点多余之外，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。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细节。头部的话呢，这个头雕我个人觉得是做得相当可以。不过由于动画片里头的一个瞳孔啊，什么都是有的啊，那这个是直接透明件，当然在神韵上是没有办法跟动画里头一样那么样的好看了。这个部分的话，你也可以凹你喜欢的造型，这个是可以转动的。手臂的话呢，平举的话呢是最大到完全平举，额头肌可以转动，手肘最大到90度。那拳头无法转动啊，这里有一个金属的一个点缀的涂装，腰身是可以转动的，脚前后左右踢，膝盖弯超过于90度，脚踝的接地也是有啊，这里毕竟是也是一个球形关节。那么呢，讲到这个啊，我上一期做 MG 的蛇鸟，那 B 站有位朋友给我留言，我是觉得是比较让我开了我的眼界。他说那一款蛇鸟啊，脚没有接地啊，比官方的 Deluxe 等级还不如啊。我是不晓得这个比喻是怎么回事啊。那它的武器的话是这里一门手炮，直接的把它插在手的掌心里头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不想拿在手上的话呢，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纳的一个位置。这里不是两个凸吗？那后面有两个洞，那我们就直接的把它给扣上去。而且它有一点小意思啊，这个扣上去变成像什么呢？有一点像是蜜蜂尾巴的感觉。那因为配合它的一个翅膀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搭在这里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。我个人觉得相当的不赖，整体来说，就是轻了点，零件少了点，要不然，这款玩具确实做得还可以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呢，把这两个部件，完全的给打开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掰过头了。这个打开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两处把它给打开。那我们把它的一个翅膀的话呢，你要先合并也可以了啊。挑出来之后，这里做一个合并。那可以看到这里，腰身啊，转到一个位置，然后这里把它给卡进去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待会变形的时候呢，腰部呢就不会乱转了。我们先把它给固定住，头呢往上面整个转上去，胸口整个往上挑上来，挑到最高为止，挑到最高为止。好，到这里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这里有一块部件，把它翻出来。在动画片里头，这是它载具是变成一个空拍机吧，这是它的一个底部是有这个造型的。再来把两手怎么做呢？两手先把它给这个打正，来整个打正，然后我们往中间翻过来，这里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凸啊，要对应啊，这里不是有个凹槽嘛，对吧？到这边把它给扣进去，两侧的变法是一样的，但是啊，由于这个玩具本身，稍微有点小啊，而且它卡扣呢，出乎意料之外的多，真的。
实际上在变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要扣的地方还真是不少啊。但是也因为扣的地方不少了，其实它的一体性会更好一些。好，手部就这么样变完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腿的话呢，转到这一侧，转到侧边，然后这个推出来，往上面折上去。那么到这里啊，这里的话呢，腿要结合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腰部，这里有个凸，它要扣进这个鞋底有个洞，还有就是这里有一个凸，这里有个凸，要扣进上面，这里有个洞啊，就这两个地方要扣进去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严格来说，并不容易扣，真的不容易扣啊。这里由下往上这边把它给扣上去，好，扣上去啊。那么这一侧扣啊，一侧扣完之后啊，另外一侧会相对比较简单，因为它就不太会有这个腰部扭动啊，这些有的没有的啊。所以我们都希望女性角色腰部要扭动多一点。好，这里一样压下去之后，这里把它给往上面塞下去，好，扣进去了啊。OK，这两片部件是尽量把它给拉出来，到这里，最后的这个翅膀就是自己凹造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里最后还有这个地方，手臂啊，跟这个腿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，这个地方比较没有问题啊。如果你前方都扣好了，这个地方往顺势往上推就可以了。OK，这个呢，已经算是变形完成，但是它最后呢，还有一个部件，就是它的一个手套。等一下，这个把它调整一下，扣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手套是扣哪呢？这里有一个缺口，然后这里有个凸，对吧？同样物种啊，我们就不讲什么颜色之间的梗了。这里把它给扣上去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部件扣上去，我觉得是对于机型啊，对于飞对于它的载具是有加分的，因为你扣下去之后，你这样把它一撑，这个头会往上再抬高一点，这个地方的线条会更好看一些。所以这个武器收在这里，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加分的。那这个就是这个 Twitch 的一个载具的形态，在动画片里头呢，它是扫描了这个 Optimus Prime 放出来的空拍机，然后它本身是一个地球出生的赛博坦人了，这个设定是这样子。那它的空拍机呢，在动画片里头呢，大概就是没有下面这一节，哈哈，就是这一段没有，大概就上面这样子。当然体型会再更小一点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个玩具嘛，是不可能说完全做到去完全是还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我本身的话呢，对这个玩具的喜欢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高的。虽然说这一款是借来的，但是我可能等一下自己会去反斗城自己买一个回来收藏。那放在桌上的话呢，也是很漂亮。你说它是空拍机，你也可以说它是外星的载具吧，反正你可以自己去脑补。那变形的过程也算是有趣，虽然说都是几个部件的拼凑，但是达成的效果呢，还是很赞的啊。个人颇推荐这一款 Deluxe Class 的 Twitch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